我真是服了 MB 这波操作啊，有导航键但是没导航，有 USB 但是这么远。那么老司机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？一个异色车载 MagSafe 磁吸充电架就可以了，附赠手机影磁环，就算用 Android 也能牢牢吸住。单手举放，打开导航，边导航边充电，360度随意转，路况颠簸也掉不了，咔嗒一下即刻出发。